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02面，第一行。从第二句看起啊，一表十波罗蜜，能摧十种烦恼，成十种真如，辨真实谛。十波罗蜜就是十度啊，我们学十度过三行啊，每一度啊都有跟我们提出三个修学的要领。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十度三行啊，此十度有三种，就是布施，布施有三种啊。第一种财布施，为以己所有财物施于他人，令其安乐。其实这个里头的意思非常之深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指导我的老师是张家大师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方东美先生将佛法介绍给我啊，我知道佛法是大学问啊，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我向大师请教，佛门里头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境界。我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，第一个问题就这么提出来的。大师听了以后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啊，等他老人家的开始。没想到我们两个对看的时候，这一看看了半个多钟点，那么长的时间啊，我有耐心在等啊，他好像入定了，我睁着眼睛。半个小时之后啊，他开口说了一个字，有。这一个有字，我的精神就立刻振奋起来了啊，有，竖着耳朵用心来听了。就他又不说了啊，大概沉默了六七分钟，告诉我六个字。他说话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说，看得破放得下，我讲得快呀，他讲的一个字一个字，看得破啊，一个字一个字说六个字。我听了是似懂非懂啊，好像是懂了。他不用佛学术语答复我啊，他用我初学能够理解的，用这种语言来讲啊，我就向他请教，说从哪里下手呢？啊，他告诉我，
从布施。那布施是什么？布施是放下了，要从这开始。你能放下，你才能看破。放下是功夫，看破是智慧。看破又帮助你更能放下。所以他老人家教我，佛法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看破再帮助放下，就是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。那时候我不太懂。以后慢慢学佛，对经教了解一些了，一点都不错。在佛学的名词呢，看破叫观，放下叫止，止观并用啊。你没有真正看破，你不会放下。确实看破一分呢，你才能放下一分，看破两分呢，你就能放下两分。那么他给我说明这三种布施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相信张家大师会看相。我跟他见面那一年，我26岁，刚学佛的头一年呢。他老人家65岁，祖父辈的人啊。我命里头没有财库啊。换句话，一生贫穷。不但贫穷呢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没有地位叫贱，是这个命是贫贱，而且贫贱到极处。那什么命呢？要饭呢，乞丐的命。这个事情我知道一些，但是他老人家给我说得很清楚。能不能补救呢？那他就告诉我。我没有问他，他老人家告诉我的。但是命运可以改造，以后我读了凡四训就恍然大悟了。命怎么来的呢？前世修的，不是这一生的。前世如果修财布施，你这一生呢，命运里的有财库，你的财库里就有财。如果布施的多呢，那你财库里面就多。你在这个世间就大富。就这么回事情。所以这个布施上天给你注定的，有厚此薄彼，没这个道理。完全是自作自受啊。无论用什么手段得来的这个钱财，你命里是没有的，决定你保不住。你得来了马上会流失掉，这命里有的。命里面有，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，这叫造罪业。得来多少呢？跟你命运里面的事打折扣。譬如说你命里头有1亿的财富，我们比如这样说法，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这个财富，顶多你只能够得到5000万，另外5000万呢亏折了，
你造罪业亏折了。你要是安分守己的话，你这个财富确实你可以得到意义。如果你还能做好事，自己有财富还能够布施贫穷的人，帮助别人，可能你命里财富会一个亿变成两个亿。啊，这个里头啊有加减乘除啊，活的不是死的。啊，我们才懂得这么个道理。这法布施呢的聪明智慧。啊，我过去生中有一点法布施，所以明理好教。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，所以你看世间人都想这个福报，想财富，想聪明智慧，想健康长寿，但是不懂得修学的方法，亏吃大了。啊，过去生中修的很多，今生的时候所得到的可能一半都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念头错了，手段错了。啊，起心动念是损人利己。啊，贪而无厌，又加一些吝啬，这个麻烦就大了，这是造罪业了。啊，不但你命里面的财富啊打折扣，而且将来的果报不好。啊，所以我在那个时候，老师就把这些道理讲给我听，我就明白了。啊，他鼓励我修。啊，财法无畏三种布施的求，就叫我修，劝我修。我怎么修？没钱呢。啊，生活确实非常清苦。啊，小公务员，每个月所得的薪水，仅仅可以维持自己生活。啊，老师就问我，你一毛钱有没有？我说一毛钱可以。一块钱有没有？一块钱也行。但是你就从一毛一块就布施。布施的这个心愿要常常放在心上，不要失掉。啊，我就依教奉行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开始逛寺庙了，常去的台北善导寺、华严莲师，是常去的。啊，去做义工，华严莲师做义工，善导寺有一个太虚大寺图书馆，我在里头看经，啊，抄经。做这个事情，那寺庙里面有印经，印经拿个纸单子，大家出钱都一点，多少不拘，那我们写个五毛，写个一块可以，那都收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这个里头有财布施，又有法布施，啊，印的是经书嘛，还有放生，啊，放生也是，常常有人。哦，我们集体放生，大家来出钱，我们也出个一块，出个五毛，啊，就从这起啊，欢喜做啊，啊，果然没错啊，三年之后啊，哎，这收入慢慢就好了，就多一点吧，多一点就多做，多的也很有限，就多做，啊，我做了60年。啊，大概10年之后啊，这出家了嘛，供养就多了。啊，供养我就学印光法师，印光法师对于四众的供养，全部印经，啊，通通做法布施，好啊。
啊，发布是帮助人开智慧。遇到地方上有灾难的，印光大师也做一点救济的工作。钱从哪呢？从印经款项里头拨一点钱出来救灾。他老人家这个做法，我们在文朝里头看到了，那就学会了。啊，所以无为布施，我们就赠送医药。啊，那个时候的医院很不错，医生都是很好的医生。有些病人呢，穷人看不起，买不起药。啊，我们每个月送一点钱给医院，告诉他，帮助贫穷的人，给他做医药费。啊，那么这个事情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中断。啊，我在澳洲。啊，我现在还是澳洲身份。我住在图文巴这个小城，有一家公立医院，有一个基督教的安宁中心。啊，我每个月送澳币10000块钱，医院送10000，安宁中心送10000。啊，每一年24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有无为布施。啊，印诵经论善书，这是大宗。啊，每一年可能达到1000万。那这澳洲钱。啊，所有的供养呢，我都是用在这上面的。现在年岁大了，我劝大家不要送钱给我了，我不想做了。啊，做了一辈子，真做了不少了。你问我一共用了多少钱，我不知道。啊，肯定超过1亿，肯定的。啊，60年了嘛，累积起来的时候。啊，最近这个10年我有一点数字，达超过1亿，以前没记，啊，以前50年没统计，啊，所以所有的钱全部这样用掉。啊，财富是福报，财富的支出怎么运用是智慧。啊，你有智慧，你在修福啊；没有智慧呢，在造业啊。啊，你要搞吃喝嫖赌了，造业，那果报在三途啊。啊，智慧可贵。啊，如果没有智慧，这个十度，前面5度啊。都是人天福报如果违背了伦理道德呢？三恶道的福报三恶道还有福报有你看畜生道的啊，我住在这个地区附近呢，养宠物的很多那畜生道真有福报啊啊，魔鬼地狱道的福报是什么？他受罪轻一点。啊，统统有啊。啊，如果与伦理道德相应的，他的福报是3善道。啊，像人天福报啊，夜莺国报丝毫不爽啊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但是不知道的人很多，知道的人不多。
啊，依照这三种方法修，这是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，灵得很呐、啊。我教过很多人呐、啊，他们都依照我方法，确实，家庭物质生活完全改变。啊，所以命里没有不怕，你真肯布施，他真就这就真有，越施越多。啊，可以跟了凡四训合起来看。啊，了凡先生是云谷禅师帮助他改造命运。啊，真的灵验呢，叶家乐此不疲。啊，了凡先生的后裔啊，跟我有过联系。可惜我没有时间到那边去探访他们，跟他们有电话有书信往来，难得了，积善之家了啊。施财布施，有内财有外财啊，内财的报更殊胜，内报是内财，是外财是财物，身外之物，内才是身体，做义工啊！啊，我那个时候学了佛了，星期假日常常要到寺庙里面做义工。啊，这属于内才布施啊！啊，所以财布施里头修福不一定要有金钱。没金钱我就做福做工啊，有我可以做的工作我尽量去做啊，尽心尽力的去帮助别人，常常怀着这个心啊，不占别人便宜啊，全心全力为别人服务啊，帮助别人，成就别人，这是布施的心呐、啊，这个心好啊！啊，没有力量，有这个心都不得了啊！这功德都相当可观了。啊，第二个法布施，为以佛法，为诸众生演说令其开悟，这是直接的。出家人必须要做的，出家人释迦牟尼佛做最好的示范，他三种布施啊，你看释迦佛财布施，他这个财布施是内财啊，他用智慧来布施，用体力劳力来布施啊，讲经需要精神的，需要体力了。啊，为一切苦难众生解决问题，啊，为他们开导，指导他们修学的方法，啊，这都属于法布施，法布施里头有财布施，啊，贫穷困苦、有疾病的众生，佛遇到了没有不去安慰他。啊，教导他啊，这些灾难病苦从哪里来的？从不善的心行里头来的啊，劝导这些人改邪归正，断恶修善，端正心念，往往身心的毛病就好了啊。经典里面小乘经特别多啊，看到世尊如何帮助社会化解这些纠纷啊，化解灾难。
啊，离苦得乐。啊，这佛天天干的三桩事情，我们可以说是他老人家住世80年，讲经教学49年，他讲些什么？就这三种布施，他天天在做。啊，教别人做。啊，那么讲经，出家人当然要讲经。为什么？这是佛寺。佛寺，释迦牟尼佛的事业，这叫佛寺，简称为佛寺。释迦牟尼佛佛寺是什么？讲经教学。啊，从30岁开悟，到79岁圆寂，没有一天休息，天天都在教啊。啊，最后往生的时候，还教导后来的这些弟子，这是阿难尊者提出的问题。啊，请教他老人家。啊，老人家在，我们以你为老师，跟你学习；你不在了，我们跟谁学习？啊，佛最后的遗言就是答复这个问题。佛说：“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”就说这两句话，他就走了。啊，人能持戒，能吃苦，就跟释迦牟尼佛在世没有两样。他一生为我们实现的、做榜样的，就是持戒吃苦。那不能持戒、不能吃苦，这不是佛的学生呐。无论是在家是出家，没有关系，都可以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。啊，只要你遵守这两句话。啊，今天佛法衰了，衰到基础了。为什么衰了？大家把世尊的教诲丢掉了，不能持戒，不能吃苦。啊，连基本做人的这些戒条都不能遵守啊！啊，在古时候，在家学佛，十善业修得很好啊，上品十善。啊，出家学佛，不但沙弥律仪是完全做到了，啊，比丘戒、菩萨戒都能遵守啊。啊，菩萨80000细心，啊，小乘比丘3000为一。啊，现在看不到了。在我这一生当中，我这个时代，讲经的法师我见过，讲戒律的法师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没有呢？人家听这个戒律掉头就走了。啊，这个也不能做，那个也不能做，这也犯罪，那也犯罪，算了，不修了。为什么过去的法师讲戒律，别人听了服？啊，跟着学，法师本身做到了。今天法师自己也不好意思讲戒律，为什么呢？没做到嘛。啊，讲了等于好像自己骂自己。啊，所以大家
不再碰戒律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就很悲惨了。啊，死了以后，美其名为往生。啊，实际上也是真的往生，往生到哪一道不知道啊。那不是佛道啊，不是菩萨道。啊，六道里头绝大多数的是畜生道、魔鬼道、地狱道，到那儿去了。啊，那我们要研究这些原因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啊，与社会风气有关系，关系很大。世风日下了，人在基本上把伦理、道德、因果抛弃了，说这些东西是封建、是迷信，不要了。啊，我们学佛的，无论出家在家，也受了这个风气的影响，不重视戒律。啊，可是这个东西不行的，没有戒律就没有根呢。你在佛法上决定不能成就，啊，没有戒律学佛，那是学者、知识分子。啊，他所学到的是什么？佛学常识，或者是佛学知识，啊，经典的知识，不是智慧啊。啊。戒定慧三学对他来说连边他都沾不上啊，他怎么会有成就？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极力的提倡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是善业，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根啊，没有这三个根呢，在古时候不能算是中国人呢。啊，什么是中国人？具足这三个根是标准的中国人。啊，《弟子规》儒家的，《感应篇》是道家的，啊，《十善业》是佛家的。啊，有人问我，我们学佛为什么学儒学道？啊，这是他的幼稚，他不认识中国传统文化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构成的，儒鼎之三祖，缺一不可。啊，在中国古代没有宗教这个名词，啊，称之为三家了，儒家、道家、佛家，或者称之为三教，啊，儒教、道教、佛教，啊，这个教不是宗教的意思。宗教这个名词曾是从日本传到中国来的，很晚，啊，清朝时候传来的。啊，那佛门自己里面称宗教，它有它的意思。啊，宗专指禅宗。啊，中国佛教有十个宗派，禅宗之外九个宗派都叫教下，所以叫宗门教下。啊，中国古书在古籍里头看到宗教是这个意思，一定要懂。啊，宗门教下两大派别，那为什么教学的方法不一样？啊，教下
就像一般普通学校啊，渐次的往上提升啊，像念书一样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循序渐进。宗门不是的，宗门没有阶级啊，那是什么班呢？天才班。啊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不念，他直接就可以上研究所。啊，不是一般人能修的。啊，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呢，都走脚下这个路子。啊，脚下有十个宗派。佛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对中国的学术就传统的文化有很大的影响，正如同英国人汤恩比所说的，就是中国古代的人心量很大，能够包容异族文化，就是指的佛教啊，能包容啊。那么佛教呢，丰富了中国本土的文化，相辅相成啊。啊，拿佛教的教义来解释儒家的经典，真正可以说是极高明而道中有啊，把佛家的经典提升到跟佛经没有两样啊！这佛家讲的圆人说法，无法不圆啊！你要遇到一个真正明心见性的人，叫他讲四书，他讲的跟华严经没有两样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能把四书里的境界提升跟华严经相等，一无一切无啊！啊，所以在中国，特别是唐朝中叶之后，儒释道几乎不能分了。为什么？都学啊，学佛的人他学儒学道，学道的人他学佛学儒，学儒的人他也学佛也学道，他都学啊，表面上有儒释道，实际上的是已经融合成一体了。这中国古代啊，那么这三教只有儒是宰相掌管啊，佛跟道这两种教育是皇上来抓了，他来管了所以佛家的这个道场教学场所称为寺啊，不像儒家，儒家称书院，你看到书院儒家的啊，寺是什么呢？诸位能看到，属于帝王下面办事的一级单位，直接归皇上管的啊，九个寺啊。啊，诸位如果有机会到北京去旅游，你去参观故宫啊，你看故宫里面就有九个寺，到门口有招牌啊，办事接管嘛啊，
宰相下面办事机关称为部，啊，首长，我们现在叫部长，在从前称尚书，啊，尚书就是部长，侍郎就是今天叫次长，啊，左右侍郎，就是现在讲政务次长、常务次长。啊，直接受皇帝管的这个四的首长称卿。啊，所以皇帝有三公九卿的，三公是皇帝的老师，啊，顾问。皇帝有不能解决的事情，向他们请教。啊，九卿。以后佛教来了，又加了一个佛寺，皇上管的十个寺了。啊，所以它是一个教学行政机构。啊，因为皇上主管，中国人民对皇上尊敬啊，所以这个佛教流传就非常迅速啊！连农村里的都有佛寺啊，而且佛寺可以建筑跟皇宫一样，因为他是皇帝的老师啊，帝王都皈依三宝啊，都称弟子啊。啊，佛教之衰，有人说是坏在慈禧太后，这个话也不无道理。慈禧太后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尊重，对佛教也不尊重。你看，他自称为老佛爷，历代帝王都称弟子，他称老佛爷。啊，那一切诸佛是坐在他旁边，他坐在正中，他当老佛爷了。啊，这个表法表得不好啊！这个表法是什么？让上行下效啊，让他的文武百官，让一般的人民，啊，对于佛菩萨，对于佛的教诲。就大幅度的降温了那种恭敬好学的心啊，逐渐就凉了啊，但是还有学的，没有以前那么认真，没有以前那么恭敬啊，这慈禧太后搞的，清朝亡了之后佛教就更衰了，被打成宗教，被打成迷信，啊，没人学了，啊，佛门里面也没人才了，啊，到今天摔到低谷了，只有形式，没有实质了。这种形式还能维持多久呢？啊，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，很多人讲，大概30年之后，佛教连这个形式都会灭掉了，啊，会变成历史的遗迹了，啊，那我们这一代就是佛教的罪人。为什么呢？灭亡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上。不但佛教，在全世界其他宗教也不例外。啊，真正
修学宗教的这些人士忧心忡忡啊！我在前年访问梵蒂冈，跟罗马教皇、本笃十六见面，跟他们的主教团做了两次交流。都提出了这个问题。当时我给他们建议。我给他们说明，为什么当年这些创教的圣人，像摩西、耶稣、穆罕默德、释迦牟尼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，有那么多人跟他学习？而且的时候，这个学习一直绵延到一两千年。如果是摩西这个犹太教，它是四千年了。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？为什么到我们今天衰了？没有了。信徒一年比一年减少，这什么原因？我们要去找啊！要去研究啊！你细心去观察，当年这些任何一个宗教创教的教主，都是搞社会教育。释迦牟尼佛教学时间最长，49年。穆罕默德27年，摩西也有20多年，耶稣3年被人害死，通通是搞教育啊，教人断恶修善呐，教人改邪归正呐，哪个不喜欢呢？那我们今天把教育丢掉了。都搞祈祷，搞形式，形式人家说你是迷信，其实我们晓得，祈祷有没有效果？有，灾难来一祈祷，真的可以减缓，可以化解，可是一般人不相信，一般人指着你鼻子骂你，你胡造谣言，根本就没有灾难，你拿不出证据来。所以教学这个效果大家真看到了。我就劝导大家，每一个宗教一定要恢复宗教教学。要去搞宗教教育，我们的教可以复兴。如果教育不要了，光搞形式，佛门里搞这些金灿佛寺搞法会，肯定我相信30年之后走这个路子没饭吃了，信徒没有了，没有人相信你了。你说学讲经教学的时候那会饿死啊，没饭吃啊，我这一生走这条路子我没饿死。虽然什么都没有，衣食住行都不缺，这是证明，证据在此地，能不能走得通？能走得通啊！而且在全世界走到任何地方，大家欢迎了，这个都是事实。最近这一次到日本去讲经，人家先首相邀请的。他们的佛教会邀请啊。
出家人，除了经常佛寺的时候，路广得不得了啊，为什么不敢？啊，这种方式，世间人认为是迷信。啊，排斥的人很多。我们为什么不转过头来学释迦牟尼佛？释迦牟尼佛一生没干过这个事情。啊，一生讲经教学。而且不收学费，啊，拿今天学术的这个标准来看释迦牟尼佛，他是道道地地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，啊，他是教育家了。他是老师的地位，啊，而且是个义务的老师，不收学费，啊，学生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也不分宗教信仰，啊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只要你喜欢跟他学习，他都非常热心教导你。佛陀教育啊，我们要把这个提出来。耶稣的教育，摩西的教育，穆罕默德的教育，让现在社会大众耳目一新啊！而且这种教育叫圣贤教育啊，所以用宗教教育这个名字是真好啊。宗教。是日本人提出来的，这个名词从日本传到中国来的。啊，那照中国，日本完全是中国文化，对中国文化的底蕴很深呐。啊，宗是主要的意思，重要的意思，尊崇的意思。教是教育，教学、教化，啊，合起来，主要的教育。从前皇上抓了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，啊，尊重崇高的教化。你说这个意思多好？这哪里有迷信？啊，我们没有接触，不了解，那就情有可原。我们有这么个缘分，认识他了，了解他了，啊，而且通过60年的学习，证明。啊，老师教给我们一点错误都没有，啊，句句都是实话，我们对老师感恩呐。啊，我们每一堂课都向老师敬礼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能够过得这样。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啊，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我们不能不感恩呐，啊，心里面只生智慧呀，不生烦恼啊，在这个时代多么的可贵，啊，从哪里得来的？从佛教经典里头得来的，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头得来的，
啊，格外的珍贵它，宝贵它。啊，所以在家出家都有为众生演说的使命，演是表演，先表演就是你先做到，然后再教人，再说到。啊，演在前面，说在后头，不是说演，是演说。啊，字字句句都不能疏忽。要开启对方信心之门啊，让他大彻大悟啊，这个教育就成功了啊！接受教育的人真得受用啊！啊，真是法喜充满了。第三，无为。为宇宙众生无杀害心，令其无所不惧，恐怖畏惧。啊，或前面两条是为师度三心。啊，这条非常重要。啊，这是心得。我们回归心得。光大心得，心得呢要从这个上做起。啊，我这次到日本讲经时间不长，只讲了48个小时，讲的是无量寿经。啊，日本的朋友听的不少。我跟他们说，我这一次是第7次到日本，啊，正式接受日本佛教会的邀请，啊，前首相的邀请呢，这是第1次，邀请我就讲经。曾经有2次，我是去开会，啊，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会议。在日本召开啊，第一次去是跟着道安法师啊，很久了，我记得是我49岁的那一年啊，第一次到日本，道安法师领队要我一起去参加啊，21天。啊，拜访日本的这些佛教的团体。啊，我那是跟道安法师，我也像是他的使者一样，跟他老人家形影不离。啊，以后有2次。是去访问啊，所接触的呢多半是净土宗的这些诸山长老啊，一方面去考察日本的佛教，因为我们在这个澳洲建立金宗学院啊，看看日本，日本有很多佛教大学，去访问，看他们怎么做法。跟日本政界没有接触，啊，这一次去也没有接触，啊，我首相夫人她来看过我，
啊，那么这个48个小时，12天的讲经，我每天4小时。法缘非常殊胜。啊，我们讲的是无量寿经，对日本人来讲不陌生。啊，他们告诉我，400年前，日本的这些寺院，法师们讲经说法的人很多，最近没有了。啊，他们疏忽佛教教育400年了，我们中国疏忽了佛教教育，大概150年。啊，佛教衰了。啊，这一次我们去讲经，希望把这个风气带动。啊，日本出家在家居士有几位学者，对佛法研究很不错。啊，希望他们都能够出来讲经教学。啊，利用现在的这个。网际网络，啊，网络电视，扩大讲经的效果，对于社会，对于化解灾难，有一定的帮助，这好事情啊！啊，特别我告诉了日本这些知识分子，要认同。日本跟中国是一家了，日本本身没有文化了，完全是中国文化。啊，我到日本跟他们讲，我非常喜欢日本，为什么呢？回到日本就等于回到中国，唐朝以前的古代，古中国。啊，学中国古代这些历史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感情很特殊啊，啊，真像回到老家一样啊！啊，他们对我也不错。你看这次去的时候，就有人要送地给我，送房子给我，哎，而且地还挺大的。啊，他们告诉我面积多大，10个英亩。我们在香港，1个英亩是40000尺。啊，10个英亩40万尺。啊，还有现成的房子盖好的要送给我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希望我不要离开日本，留我在日本。啊，这也是这个这一次邀请我的日本这位长老水谷行政的意思。啊，非常希望我常住日本。啊，我很感激。啊，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日本过去祖师大德对他们下的功夫，比我们中国古人呢高。啊，你看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，在日本呢。大概有30多种，在中国只有2种。啊，我这次建议他们把日本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《无量寿经》呢这些注解，从藏经里头提取出来，编一个专辑。啊，他们接受了，很欢喜。我说你们好好做，这个无量功德。啊，一定要讲解，把它讲透彻，讲明白。啊，这是一门大学问呢，绝对不是迷信啊。啊，这些呢都是属于无为布施。你对西方世界认识了，对阿弥陀佛认识了，那个快乐。无法形容啊！为什么真正认识清楚，
一种信心才会坚定，那个愿才恳切，这种信愿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条件。欧益大师说得好啊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啊，你真有心愿，你就取得往生条件了。至于念佛的功夫，那是往生到那边品位高下。欧益大师讲的，品位高下在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啊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啊，那个品位高下无所谓啊，不要紧啊。哎，欧益大师自己讲的，有人问他老人家，你往生极乐世界什么品位你就满足了。欧益大师答得很妙，我只要能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我就满足了。下下品往生了，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往生，心愿太重要了。那你对极乐世界不了解不认识啊，对阿弥陀佛不清楚，你的心愿怎么生得起来啊？那这一步经黄念老这个注解可以给我们百分之百的信愿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他就保证你到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讲了这个，他们听了几天，闻所未闻，从来没听说过。啊，希望我这个大境界，这个本子赶快翻成日文。啊，这他们在做。啊，我们这些光碟的时候，他们要用日文呢，做文字字幕。啊，他们想流通想看呐、啊。啊，还有日本人问我。啊，他说听说中国从前有个徐福带了一些人到日本来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中国历史上有一次秦始皇啊，派这个徐福带了500童男500童女到海上去求神仙，去找不死之药，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了。就他们这批人到日本啊，传说当中怎么说呢？日本第一代的天皇就是徐福。哎呀，我说那跟我是本家了，我们是亲戚啊，确有其事啊。徐福是第一代天皇，我没听说，这次到日本才听讲啊。所以我就劝到日本了啊，日本人，我们要认祖归宗啊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啊。啊，那要真的是徐福的话，我们徐家啊，从皇帝到我这一代136代呀、啊。4500年了。啊，真的是一家人。啊，皇帝的老祖先、老祖宗神龙，再往上去伏羲。啊，皇帝时候才有文字记载，以前没有文字，只有传说。啊，所以我们的家谱一打开，第一句话：伏羲之后，伏羲的后代。啊，一代一代记载是从皇帝开始。啊，没有间断啊，到我这个辈分136代啊。所以我告诉日本人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中日是一家，
决定不能有战争的念头。日本想化解灾难，不是不可能。怎么做法呢？不再有战争这种念头，灾难才能化解。不再发展军备，用不着嘛。用战争是个手段，二次灾难大战之后可以说就画了句点了，往后的世界战争不能解决。战争只是惹麻烦造罪业，决定不能解决问题。解决问题要用文化，要用宗教教育，要用圣贤文化才能解决问题。这个话也不是我第一个说的，汤恩比说的。伦理、道德、因果能解决问题。宗教教育，这好东西能带给社会安定，能带给世界和平。决定不能搞军事。军事是走向彼此毁灭，两败俱伤。不能再有这个念头。佛教的教育，儒的教育，道的教育，日本还有神道教的教育，这是他们本土的。要培养这些人才，把这个教育在日本普遍推行。日本不但能够化解灾难，减轻灾难，日本还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平，做最好的示范，他们欢喜。我这一次住在农村，住在乡下，乡下人特别淳厚淳朴，真难得。我们去是个陌生人，可是每个人见到我们都点头，都笑笑笑嘻嘻的，都那么样的亲切，那么样的和睦。所以日本人最初提倡宗教这两个字，这个人有智慧，有德行，有学问，两个字用得太好了。所以无为布施里头头一个就是慈悲心，就是爱心。绝不忍心去伤害一个众生。尤其是无故的伤害，那是罪业很重啊。众生伤害我，我们决定没有回报。决定没有报复这个念头。要用智慧，用德行来把它化解，这是上上策。报复不是办法，解决不了问题。纵然眼前好像解决了，那个仇恨在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生生世世的痛苦，何必干这种傻事呢？一定要令一切众生对我没有恐怖感。
没有畏惧感，这个对了。众生有苦难，全心全力帮助他；众生对我有伤害，要原谅他。啊，绝不可以用报复。啊，中国古人讲的“以德报怨”。啊，佛法讲忍辱波罗蜜，后头会讲到。啊，布施我们就学到此地。下面第二个，施度三贤，是施罗，梵语施罗。施罗翻成中国意思是清凉，也翻作戒律。啊，就是持戒。啊，那么持戒有三种。第一种是律一戒，为持佛戒律居中为一。啊，这一部分呢，佛在经典上讲的。啊，希望我们做到。啊，佛告诉我们戒律的根本就是十善。啊，十善是根本戒。诸位读十善一道经就知道了。啊，十善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行，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这十条是世尊的根本大戒。所有一切戒律以这个为基础。啊，你看《十善业道经》幕后佛讲的多清楚。这个十条人天法，你来生能够得人身，能够升天，都要靠这个。啊，后面继续说，声闻菩提、圆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，通通是以十善为根本为基础。啊，那没有这十善全都没有了，像盖大楼一样。十善是什么？是地基。你说这个都重要。啊，那我们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衰？为什么修学都没有成就？地基没做啊，拼命想盖大楼啊，没有地基，盖个几层就倒掉了，都这种现象。啊，那你们要问我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哪个最重要？我就告诉你，十善业道经最重要。你没有十善业道，大经大论全是假的。啊，84000法门，没有一个法门你能够成就的，通通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你说它多重要？你有这个基础，没有其他任何法门，你来生得人身升天。啊，你决定不堕三恶道。啊，这就是佛教会的真实利益了。你再从这个基础上向上提升，这是正法，这是正道啊！啊，威仪，
就是我们中国一般人讲的风度啊，神采。啊，中国人讲君子，讲圣贤，啊，讲的浅显一点呢，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榜样，叫为啊，让社会大众看到你都向你学习，对人要有礼貌。对事认真负责，啊，待人接物真诚如火，啊，这都是有意义啊。啊，出家沙弥戒律里头，沙弥有十条戒，24种为宜。在家同学都可以学啊，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呢，尽量啊跟佛菩萨接近啊，这个是对的啊。佛菩萨是我们的榜样啊，佛这印度话了，圆满觉悟的人叫佛，菩萨呢，觉悟的他还没有圆满，真菩萨啊。菩萨里面等级就很多了，就他有51个阶级，菩萨就好像学校的学生啊，中国人称学生，印度人称菩萨。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班的研究生都称作菩萨。啊，所以你是哪一个等级的菩萨，这个要清楚啊。我们修普贤行的人就是普贤菩萨。没错，几年级呢？幼稚园小小班的，普贤菩萨。我们真是幼稚园小小班的吗？那没到一年级，到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身见破了，5种见惑破了，一年级。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7年级，小学7年级。啊，佛的学校都是10年级，从1年级到10年级，啊，实现，再往上去十住，啊，十住好比是中学，啊，十回向好比是，啊，十行好比是高中，十回向好比是大学，十地好比是研究所，啊，等觉的好比是博士班，他一往上去的。啊，都是普贤菩萨。你是几年级的？你学地藏法门就是地藏菩萨，你说学观音法门，你就是观音菩萨。啊，大家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就是幼稚园小小班的。没有学位。啊，最低的学位也是小学一年级，你才算正式学生呢，幼稚园还不算啊。啊，我们都没有上正式班呢，啊，都在幼稚园打转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懂得，要认识清楚。啊，我们谦虚恭敬的心就升起来了。啊，不会功高过慢。不会心浮气躁，啊，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阶段，啊，所以人家称你是菩萨，
你晓得，我是幼稚园小班啊，没错，这称呼可以啊，不是正式学生，正式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啊，是略一届，这个是大藏经里都有的。大藏经分三个部门，经律论律藏啊，里面专门讲这些东西，这个分量很大啊。古时候这是一个宗派，律宗啊，专门研究专门学习。第二种呢叫摄善法界，第二第三呢都佛经上没有的佛虽然没有说啊，虽然没有教我们做，但是这是善法啊，为身口意所作善法，戒习摄持啊。你比如说佛经里头没有说不吸烟啊，有些出家人抽烟呢，怎么我没破戒，佛没有这条戒啊。啊，其实这个戒应该在哪呢？就在摄善法戒，这不是善法了。那佛没讲的事情太多了，你不能说没佛没说的话，你就可以不遵守啊，不可以。啊，你一定有能力、有智慧辨别善恶。啊，是善，一定要修。不善一定要戒啊，这个才对呀、啊。这一条是对自己的，对自己身心有益处的，一定要遵守；对身心有害的，一定要禁止。啊，这是这么一条。啊，不能说佛没说啊，我们就不必遵守了，错了。第三呢，那不是对自己，是对众生的，对社会的，叫饶益有情戒，对社会大众有利益的。你看，为以慈悲喜舍之心与众生乐，把众生苦平等利益了，这是饶益有情啊，对众生有利益，对社会有利益，对正法有利益，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，我也要干呐、啊。那不能说这个事情戒律上没有啊，我可以不要做啊。文字制定戒律之外啊，对人对自己是善是恶一定分得清楚啊，善要做，恶要戒除啊，这两条啊，把所有一切啊，你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全部都包括了啊，这是佛没有说的，统统包括在其中。那这范围多大啊，戒相持戒的功德遍法界虚空界这是持戒的三心啊，下面第三忍度忍辱忍辱第一个忍耐啊，忍冤害耐冤害人为若欲怨憎
毒害，安然忍耐，无反报心。这个要学。一切学佛的同学，我们所遇到的，大家都知道，也都常常感叹着自己业障深重。那用什么方法去忏悔业障？每个人确实是很留意，是很想学忏除业障，忍辱波罗蜜是忏除业障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。你不能够忍，你的业障永远不能忏除。啊，遇到怨恨我们的人，正里面就有嫉妒障碍，啊，嫉妒我们的人，还有毒害我们的人，啊，毁谤我们的人，你遇到的怎么办？啊，佛教导我们安然忍受，我们接受，好好的反省，由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啊，别人给我的回报加害于我的，我有没有过失？真有过失，感恩他，提醒我改过自新。没有这种过失，冤枉受这个灾害，也要感激他，提醒自己，警觉自己，不要犯这些过失。不但没有报复的念头，还是感恩的念头。啊，谁愿意说别人过失，造这个口业？大家不愿意啊，都喜欢赞叹别人，不愿意说人过失啊。说人过失是造恶业，造口业。啊，谁愿意说？真正说人过失，在古时候，只有三种人：一个是你的父母，看到你有过失，一定要叫你改过；第二个是老师；第三个是真正知心的朋友。啊，不是这三，谁劝你啊？你造的业，与我不相干呢，过人有过人因果报应呢。啊，我劝你干什么？劝你，如果你不听，反目成仇，那就更不值得了。啊，所以见到人过失不说。啊，真正有修养、有学问的人，笑一笑而已，不说。啊，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老师教过我。啊，人家有过失，你要不劝告他，你没有慈悲心；你要劝告他，他把你当作仇人。怎么办？要有善巧方便，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讲经教学。那说这经本经文上就是我说这个不是我对象不是说你吧，
哎，让你听到之后，哎，你能够感受到，哦哟，我有这个毛病，你自然就会改了。啊，所以老师对待这些信徒，对待这些弟子，啊，慈悲到极处啊，天天讲经，天天在劝大家了。啊，我们要会听呢。有些人听经怎么样？哎，老师讲，他讲别人的，不是讲我，我没这个讲别人的，这就完了。他什么都没学到啊！啊，有一些人说聪明说，哎呀，我有这个毛病，他就得利益了。啊，最怕的我讲没有善根，没有福报，听经的时候，哎，这经都讲别人的，都讲那个，讲那个，讲那个。啊，没有一条讲到自己。自古以来就有啊，不是现在啊。所以我们看的是用平常心看待啊，啊，正常的。有几个觉悟的人，就有善根的人；有几个有福德的人，有善根有福德听讲得受用。为什么？他会反省。啊，他听了之后想想我有没有这过失。啊，赞扬好的事情想想我有没有这个德行。他会学啊。他听得真管用啊。啊，就能落实在生活当中。啊，真正会学的人你记住。这个自己要做参考。永远只有一个感恩的心，决定没有报复的心，没有怨恨心。那如果听逆耳忠言，还有怨恨，还有报复，啊，这个人与道远之远矣。啊，那这个人。就是佛经上讲的一禅体，一禅体没有善根，没有福德，啊，弥陀经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啊，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条件要多善根多福德，啊，因缘我们是遇到了，没问题，缘我们有了。啊，问题有没有善根？善根是真心，真的能理解这善根。福德是真干，我真的依教奉行，这人有福了。啊，听到别人批评，不管批评对与不对，都要感恩。不对是什么？他看错了，他误会了。啊，对了，那更要感恩。啊，他见到我们过失了。啊，所以难，真难啊！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。啊，他办了个班呢，经学班，就是教讲经的。啊，班上20多个同学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啊，老师对我们每一个同学态度不一样。啊，有的同学，老师从来没有好态度对待他。见到就是批评，就是骂人，有时候打人。那么这个班是成人班呢，不是小孩呀，年纪最小的都20多岁呀，最大的林堪之老居士60岁呀。啊，所以上课
门外都派人巡回，不让人靠近，有打有骂，叫人听得很难听。啊，所以门外有守卫的。啊，有几个同学呢，老师对他特别客气。啊，见面都是笑脸。我那时候出去的时候，怀疑为什么老师厚此薄彼，对这些人这么凶，对那些人怎么那么好？老师看出来了，我们有这个怀疑，有这个问题不敢问，啊，被他看出来了。啊，他有一天叫我到了房间里面去，告诉我这个问题。啊，他这个你们都要注意，你将来教人要懂得，啊，有人能接受。真听话，那你要真教他，你不教他对不起他。有些人不能接受，好面子啊，说几句不好听脸就红了，决定不要再讲了，讲的时候就结冤仇了。好，这我才明白啊，不能接受的，尤其是同学那么多人面前不好意思，不能接受的决定不说，才知道老师对待同学态度不一样的原因呢。啊，随着二十几个同学，每一个同学根性他都了如指掌。啊，对每个人教学方法都不一样。这以后我们在经教学，这是真实智慧。啊，对我们同学来说真是利益了。啊，所以忍辱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积功累德靠什么？靠布施。但是这个功德能保持呢，靠忍辱。如果不忍辱的时候，积再多的功德都会流失了。经教上所说的火烧功德林，火是什么？发脾气啊，脾气没有发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功德就少了一半了，脾气一发烧光了，功德完全没有了啊。功德是什么呢？功德是戒定慧，这个要知道，不是别的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一发脾气定没有了，这功德全没有了。一发脾气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啊，清净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啊，那你没有忍耐，你清净心从哪来？啊，由此可知，忍辱在修学。它是关键啊！前面六波罗蜜，前面布施持戒是积功累德啊！这个功德能不能成就，能不能把它真正变成功德，全靠忍辱。能忍都是功德，不能忍是福德啊！福德是在六道里头享受的。啊，功德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，能帮助你念佛往生提升品位，你看作用不一样啊。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那我们在忍辱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痛下决心，要认真学习啊，否则的话我们这生不就不干了啊。财务人之所爱，人家要给他啊，全部要我就全部给你啊，
我这一生干了好几次，离开台湾全部卸了。只带了换洗衣服跟平常自己用的几本书，全部舍了。离开美国，在美国的道场舍了。离开新加坡，新加坡舍了。你要是拿金钱来算的时候，才新加坡是1000多万美金呢。欢欢喜喜舍掉。供养那边的，我们在新加坡住了3年了，人家3年对我有恩呐，我们送给他报恩呐，通通都是布施报恩。我能舍，可是我们来物资备的时候没有这个境界，他们心不平啊。所以我就告诉他，我们要相信佛经，要相信老师，命里有的丢不掉。我真的舍掉了，我那边得到会更多，真的一点不假，每一次都是这样的。一个大舍得到的时候加1-2倍，大家看到了，真的。所以现在都学会布施了，他看到了吗？他没有看到都不相信啊！真的，这经上跟老师讲的话，对的，越施越多。可是后头一句话说，越多越施，你不能留，你要留了什么？留了就是病。越施。学得干干净净，你得到的是圆圆满满。那这个不能忍是做不到啊。能忍，能明白这个道理，才可以做到。念念，别想自己，念念都是利益众生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尤其我这样的年龄，还想什么？只想社会安定，天下太平。除这个之外，我没有任何想头。对我自己来讲的时候，我天天是求生净土。越早去越好。所以人家说这个世界上灾难多，哪些地方没有灾难去的时候，我跟人家说话不一样，哪里有灾难我到哪里去。为什么呢？我想早一天往生。跟一般人想法不一样啊。可是我到那个地方好去的时候，好像灾难就没有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阿弥陀佛不让我走了。我是随时随地求他来接引我。我也不勉强他。我相信什么时候我该去的，他就现身在我面前。我天天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。第二呢，安受苦人。你看，胃若遇水火刀杖众苦所逼，恬然忍受。这个里头有人，就是天灾人祸。我们今天讲的用这4个字，大家就了解了。水灾、火灾、刀杖就是战争。那么像这些苦，
天，现在讲自然灾害，啊，人祸是指战争，遇到这些事情，痛苦了，要天然忍受，欢喜忍受。我们遇到过啊，啊，自然灾害我还没遇到过，人祸遇到啊，中日战争的时候，我们正在成长的时候。啊，卢沟桥事变那一年，我11岁，抗战8年，抗战结束的时候，我18岁。啊，这个8年苦啊，啊，我们在前面跑。后面日本人在追，机关枪的声音、炮声都听得见，那是距离战场多近啊！沿途上看到这些士兵，有中国人，有日本人，有尸首就在路旁边啊，有人，有马。啊，我们那时候生活非常艰难，没吃的，逃难了。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人心还不错。啊，当地这些农民、居民看到我们这些样子，都会送一点吃的。啊，衣服破烂了，不能穿的，还能够送一点衣服。互助合作了，度过这个难关了。啊，往后如果再遇到这些天灾人祸了，那就比从前严重太多了。啊，我在美国德州住了不少年，没有遇到过龙卷风啊，听说过。啊，最近有同学在网络上下载这个信息给我看，啊，好像德州1个月当中有200多次龙卷风，从来没听说过的，就反常啊！啊，所以现在这个灾难太多了。啊，同学们知道我不愿意看报纸，所以他们只把新闻标题给我看，内容都不要，就列新闻标题。这1个月的时候，哦，我一看，3月、4月、5月。好像170多件啊，全世界严重灾难。6月份呢，这1个月就150多件啊。我们只看这是3、4、5、6，1个月比1个月多，频率在上升，一次比一次严重。这个是真的是麻烦事啊！啊，怎么样去应对？最好的方法，念佛。为什么？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，我们前面讲了太多了，你要真正了解它。念佛是善中之善啊，
一切功德的核心呢，这个能量太大了，什么样灾难都能化解。你要用真诚心去念，不能有一丝毫怀疑啊！真诚恭敬心去念，清净慈悲心去念啊，确实能产生不可思议的能量，这个能量帮助你解决问题啊，化解灾难了啊。现在人不了解，所以这部讲这部经有好处，叫你什么？认识阿弥陀佛，认识极乐世界，认识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你只要把这三桩事情搞清楚了，你心就定了。再大的灾难降临在面前，你可以如如不动啊，你不会受他的干扰啊，你不会惊慌，你不会恐怖啊。在这个状态之下，灾难自然降临到我们身上，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真有把握了，好事不是坏事，对灾难还感恩呢。那为什么呢？他送我到极乐世界啊，怎么会不感激呢？一丝毫怨恨都没有啊。所以前面第一条，耐冤害人，是对我们的冤亲债主。这第二条的时候，是对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啊，天灾人祸你怎么对付它。第三个呢，是对修行，地察法人，修行你要忍耐，你不忍耐的时候你修不好啊。地是真实，察是观察啊，你要观察一些佛法，佛讲些什么，你应该怎么做法啊。学经教没有耐心，你怎么能学得成啊？念佛没有耐心，这个念佛的功夫不能成就啊。清净心念不出来，没耐心了。啊，修这个修学大乘，这不是小事啊，大事啊。什么大事？了生死出三界，世间法理都没有啊。啊，断烦恼开智慧成佛道，还有比这更大的事情？怎样才能成就啊？都靠忍辱，那不能忍，全不能成就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好，这个地察法人呢，我们下一堂我们再学习。